韩院长跟周秘书长都讲，双方是共用这个时间。那我们尊重委员，你有三分之二，我总该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吧？没有这个质询，没有。那你好好讲，而且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，时间暂停，给主席才是。主委不好意思哈，我们希望基于尊重的原则。我也希望尊重啊。如果我们委员没有给您回答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给你时间回答。如果不给他时间回答，我们来也是来跟他沟通，好不好？所以在他的说话当中，我们期待不要有这样子。我们不要打断人家的说话，我们这是最基本的礼貌，好不好？他现在让，他现在让你回答，你就就他问你的问题，你回答就好，好吗？谢谢。